真的要丢下爹爹和我们吗？放眼萨格走，我跟你们回去。虎年，你向来深明大义，倘若放眼萨格回去，大辽日后便不得安宁。新君既已登位，应当有放过他叔叔的胸怀。当然，哥哥，既然眼萨格要离开，他对大辽便没有威胁，就放他走吧。大林，开城门！开城门！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